芒果捞新闻精英最现场。我们大家知道张翰啊，不仅是一位花样男神，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绰号叫做堂主。那么稍后呢，张翰就会抵达我们长沙黄花机场了。这次呢，他会在互联盛典和他的汉家族带来一场非常有意思的表演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10月15号晚的互联盛典。